历史故事，花旗出版有限公司监制发行，东方龙传媒创制中心策划指导，永生影视录音公司录音制作。过年的由来，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种叫年的大怪物，他全身披着绿色的鳞甲，额头上顶着一只大尖角，牙齿像锯子，胡须像铜刀，他还有一对凸眼睛，露出凶光，嘴里吐着熊熊烈火，看起来实在是可怕极了。这个叫年的大怪物住在很深很深的大海里，很爱睡觉，一睡就是365天，直到第365天的晚上他才醒过来。醒过来之后，他就从海底咚隆咚隆地爬上岸找东西吃，他的肚子实在是饿坏了，咕噜咕噜地一直叫，看到什么就啪嗒啪嗒地猛吃，人们吓得腿都软了，东躲西藏，不停地喊：“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快躲！”以后，每到这个时刻，大家就背着一袋一袋的干粮，躲到山里头避难。有一年，村子里的人都逃光了，只剩下一个老婆婆不肯走，因为老公公生了重病，躺在床上。如果老婆婆走了，谁来给老公公喂饭喂药呢？这时候，门口突然来了一个黄皮干瘦的老乞丐，他一路上要不到饭吃，歪歪倒倒地拄着一根竹拐杖，而且还可怜巴巴地跟老婆婆要东西吃。哎，我真可怜呐，到哪儿找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肚子正饿着呢。老婆婆正在下饺子，赶紧拿了一锅给她吃。老乞丐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，一咕噜的就把一锅饺子全部给吞下肚去了。嗯，好吃好吃。老乞丐擦擦嘴问老太婆说：奇怪，村子里的人怎么都不见了？老婆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年这个怪物吃人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他。老乞丐叫老婆婆别害怕。哎，我说老婆婆，你放心好了，你的心肠好，老天一定会保佑你，不会给您吃掉的。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收服那个怪物，你帮我找一块红布和两张红纸来就行了。还有，你继续剁饺子馅儿，不要停下来哦。老婆婆半信半疑，但是还是照着老乞丐的话去做了。
咚隆咚隆，海水掀起了大浪，粘这个怪物它又来了。老乞丐把红纸贴在门上，把红布缠在身上，然后点火烧自己的竹拐杖。竹拐杖一碰到火，就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。这时候，厨房里也不断的传出嘟嘟嘟，老婆婆剁饺子馅儿的声音。噼里里啪啦啦嘟嘟嘟，噼里里啪啦啦嘟嘟嘟。年从来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觉得很刺耳。他甩甩头，撞上门上的一团红光。哎呦！红光火辣辣的刺进他的两个凸眼睛里，痛得他哇啦哇啦的大叫，吊起尾巴赶紧逃回水里去。哎呦！痛死我啦！啊！年再也不敢到陆地上来吃人了。原来他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红色和吵闹的声音。老婆婆看见年被赶走了，高兴地拍手大叫。老乞丐一转身却不见了，老婆婆才晓得那个老乞丐原来是神仙变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村子的人回来了，看见老婆婆和老公公都还活着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老婆婆把神仙下凡来赶怪兽的事告诉了大家，大家又惊又喜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快来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从此以后，到了年醒来的那天，大家就穿上红色的衣服，在门上贴红色的纸，包饺子来吃，放竹鞭炮来玩，再也不怕年来吃人了。第二天大家见面都会开心地说：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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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过年的习俗就是这样来的。小小故事，趣味热闹，精彩解说，简单明了，欢迎收听《给父母的话》。小朋友，中国以农立国，人民勤奋俭约，辛劳中年，人人埋头苦干，却活得快活知足。最大的支撑力量是一连串有情有趣的民俗节庆，这其中又以春节为中国人最重要最热闹的节庆。大家穿新衣，戴新帽，燃放鞭炮，互相拜年，欢锣喜鼓，人人亢奋，蔚为奇观。过年放爆竹的习俗由来已久，最早的爆竹是将竹节丢进火盆而发出爆裂的声音，相传可以赶鬼驱邪，到后来变成热闹吉庆的象征。贴春联，穿红衣，都来自于年兽害怕红色的传说。
我们希望孩子在获得这些节令起源的民俗知识后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体认，而使得正向优良文化永远地传承下来。